啊，别人发挥不好，状态不好还不行，你也知道啊。啊，你也知道有发挥不好、状态不好的时候呢？我以为你们不知道呢，有的人。我看我这死一次就这这那那的，就给我喷的连妈都没了都，也没说我状态不好啊。给我吃点经验啊！谁死了的？我希望你能一视同仁，在我状态不好的时候啊，在我死的时候也能闭上你的嘴就行了。我也不说我队友，但没有脸呢？你这喷着一直喷，肯定会有喷的人啊，没脸，真能有那个脸也行，也不行。别人菜不直播咋的？直播欠你钱了？直播的人跟你有仇啊？直播不是玩家呀，瞧不起直播的，是不是？瞧不起直播的，看着没？这螃蟹一级学的 E 其实不好拼。不过我双多兰可以跟他拼一拼，玩一玩。Oh my god！ 后边有蜘蛛。可以啊，老瞎子，漂亮啊，瞎子。一个助攻，我没有助攻啊。让那螃蟹把东西啊往出推一推。先打他个骸骨，耶，他骸骨掉了吗？没掉。这兵线一直不往出来，有点烦呢、啊。这真能蹲呢、啊，兄弟，浪费的时间有点多啊。但是能蹲得到就行。你忍不住了啊！浪费的时间有点多。你要帮我强杀他？这不好杀呀，这个刀锋上来了，这蹲的时间有点太长了，其实这都不应该了，你知道吗？真猥琐呀，真敢上来呀，兄弟。不过那个蜘蛛也没打去刷野，还可以。其实他耽误的时间有点长了，他应该去刷刷野的。他现在要不的都六级了，应该。
怎么小兵在塔下有一个呢？回家，我们骑亚马特。哇哦！其实我以前从来不喷队友，从来不说队友，就这么一个从来都不说队友的人儿。给整的现在就队友稍微有点菜就开始说两句队友，你知道吧，就开始这样式的了。环境啊使人屈服，没办法，直播间全是喷子，一刀子把我同化了，真的就这样，没办法，你生长在这个环境那就没招。这波不合适，但我不杀他我又觉得有点亏，咋这么幼呢，转不动啊，这我可以不杀他，但我又觉得我的闪现浪费了可能有点难受，换就换吧，让他值点钱没事，反正这玩意儿不值钱，关键是经验亏了你知道吧，别的都还好。没想到吧，我在这儿呢。好闪现啊！打石头人去了，我不让你打，我让你石头人都打不了，我不让你玩。来退线来，我不让你玩，来来来，兵线往我这边推，我看你怎么玩来。那我俩还猥琐起来了，来。看你怎么玩，我让你猥琐。你以为你猥琐就能有用了呗？你可以不跟我打没关系，我马上潘森来，我看你怎么办。
给我上来。Nice。哎，哎呀！这刀锋不对劲呢，这怎么跑上路来了呢？挺烦人的。你在中路帮拉克斯砍着点儿。我决定把这多兰卖了，来个布甲还。虽然这一把他们家控制也是有的。看看这个蜘蛛人干嘛啊？如果他不从这儿出现，那说明他往这儿走了。我们倒也去找他的。偷野，偷东西。不小好。你干哈呢？来人了，快跑！什么样的情况下才能让这个螃蟹这么嚣张？来人了，蜘蛛指定是报仇来了，知道吧？哼，这个蜘蛛精指定是过来复仇了，看着没？耶，不是蜘蛛精，是露露啊！那反正也是来人了，没办法，这波打不了，咱没有大。快点拆！30秒能不能把这塔给它拆了？我觉得差不多。这刀锋确实是猛，真猛啊！把我抠死了。刀妹要起飞了，他一二三就要起飞，那他也太好起飞了，还没到这种起飞的地步，往哪飞？一二三就想起飞，我五四二我都没说我起飞呢，我起飞了。不过刚才他杀我这波确实挺难受，哎，老往我上路跑，贼膈应，一整就残血，一
残血就往上跑，一层残血往上跑，回回都是他，好几回了。这么乐意跑，团战就杀你，别人不打。哎，真敢抓呀！我操，我这边有大宝，他们俩全杀了。牛逼！这蜘蛛敢过来抓我，我都没想到，真的，我都没想到他敢过来抓我这个人。我有个大招，这波把他俩全杀了，实在是没有大，挺难受。这 ADC 我得想办法把他杀了。杀不了，跑的有点快。正常如果会玩点都不可能过来抓我。但凡这蜘蛛能会玩点，刚才都不能跑上来抓我嘞。跟我上来把这螃蟹杀了。你干啥呢？你干啥呢？怎么的要打一架呀？我看看来，我看看这没有小兵的刀锋怎么打。哎呦，好大！给我套虚弱，我就想知道俺们家这队友都哪去了？小黄毛呢？打一半发现没有人了，不知道人都哪去了，当了个炮灰。行吧，当炮灰就当炮灰吧，这么地儿吧。哎呦，我单杀，单杀他没用啊，这还敢出杀人书呢，这还有梦想。拉克斯都没出杀人书，不过这拉克斯的英雄确实没啥用，技能空了就是个屁。刚才稍微换个后排有虚区的人，俺们家都是那种大获全胜。漂亮，小黄毛。
nice。刀锋太猛了，啊，刀锋还猛不？还猛不猛？知道为啥猛不？因为刚才根本就没人打他。就他这破装备，我打他一套，直接就人就没了，融化了，直接人。他一点护甲他也没有。这是怎么死的？能不能先把塔拔了，兄弟们？哎呀，这能死了，我的天哪！假猴没死，真猴死了。给我踹死他，这才叫瞎子，明不明白？这才叫能叫盲僧。上把那根本就不叫盲僧，上把那叫瞎子。对面打大龙去了，赶紧去啊！过来看一眼，快，抓紧时间。好，没打，我们插个眼，找刀锋去。你觉得他猛对不对？是不觉得这刀锋挺猛的？别让我碰着他。就你俩也要杀我呀？啊？我是没想到的啊，这我是没想到的。就这么两个半人也要把我给杀了。七八七，气不气？没事，小问题，死就死了。俺们家一换一换条龙魂，这不血赚吗？大龙吧，要我说，已经可以尝试打一波大龙了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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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直接把大龙打了。直接来上面找蜘蛛来。我不上，好，可以上了。来，套虚弱，对，可以追，兄弟，投降了。他搁旁边限制我，他家前排打不过。你这刀锋没把人都杀了呀，这不行。结个账啊。